有人在偷听，大胆，还不给我现身！没人，这茶楼乃我的产业，为防歹人靠近窃听，屋檐上都装了天机阁出品的报警机关，不到先天绝难靠近。我用神识扫荡，也并无发现。哦，大概是云涛养气功夫没到家，有些敏感了。奇怪，刚才心血来潮，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窗外窥探，真是错觉。大事须得静心，云涛这边回去沐浴焚香，多养养腹中浩然之气。诸位，今日便散了吧。不过棋局已布，棋子也安排到位，我的目的已经达成，只要拿捏好这四只老狐狸，以利诱之，让他们供我驱使。那就恭送姬公子和谢仙子了，朝廷那边就拜托两位了。啊，吓死了！谢燕大人，那个没你帅的公子好像能隐隐察觉到青儿的存在，没能听到最后完成谢燕大人的任务，青儿没用。那个比我丑的叫姬云涛，修炼的是一门名为中天紫薇真诀的功法，的确不俗啊，竟然能查探到灵体。虽没能听到前因后果，但从只言片语间大致能猜到，这帮家伙联手想图谋魔情宗的寒铁矿份额，就是不知会用什么手段。先内紧外松，暗中观察一下吧。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件事要做。青儿，谢道韫刚才是不是对你全无反应？是说那个戴面纱的姑娘吗？她察觉不到青儿的。那便好，青儿，需要你再为我办件事。这次不会让谢燕大人失望的。看不见青儿，不过好漂亮哟。等以后青儿本事大了，把她抓去给谢燕大人当丫鬟。大人要找的是她佩戴的一块玉坠，就藏在胸口。谁？错觉吗？为何方才胸口有些许瘙痒之意，还激发了我的护体真气？我久在山门静心修炼，师父偏让我入红尘历练，莫非是这红尘纷扰滋生心魔？好痛！他能发出伤害到灵体的真气。明月当空，不如去院中磨砺下剑诀，以扫灵台尘埃。胸口又有心似寒潭月，身如不系舟，上映灵台镜，下渡无边海。不管是心魔还是什么，我且以心剑斩之。不能让大人失望。忍住，我到了。发现后天灵宝渡厄如意，破损，使用次数限制一。检测到宿主并无仙灵之气，是否转为消耗250元点使用？后天灵宝渡厄如意，而且这个提示和传承给我涅槃指的时候很像，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个？莫非是青儿那边？不管了，反正最近原点多，先用再说。是。灵宝之气已经注入宿主体内，正在针对宿主的情况进行对策生成。注意，该对策将会不可逆地改变技能涅槃指，是否允许？改变涅槃指？这渡厄如意看介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，这么看来，懂了。是，允许。涅槃指特性改变，每次使用涅槃指，当仙灵之气不足，需要燃烧修者灵魂寿元时，转为消耗原点来代替。哇，涅槃指今后转为消耗原点了？爷的不死外包又回来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涅槃指把自己寿命给用没了。哈哈，头突然好痛，怎么回事？青儿，发生什么了？通灵人不死，守护灵不灭，但青儿这是灵体，被重伤之后从我意识里重新诞生了，居然有人能伤他。大人，青儿对不起你，没有替你把玉坠带来，还被那位女子所伤，最后灰飞烟灭，再次重生。
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青儿刚刚一直在坚持抢玉坠，想要把玉坠带来，但同时我这边触发了使用提示，也就是说青儿触碰到的东西就等同于被我触碰到了。我来为你疗伤，消耗50焰点，替代本次涅槃纸消耗。但青儿没有把玉坠给带了。傻丫头，我已经成功了。话说回来，谢道韵不是对你没反应吗？怎么会将你伤成这样？他是看不见青儿，但只要触碰到他就会激起他的护体真气，而且能灼烧我的灵体，将我化为飞灰。辛苦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害你遭了这么趟罪。草率了，谢道韵出身犯心斋，光听名头就是个伪光正做派，修炼的功法似乎天然对阴气之类的事物有克制作用。信任大人摸摸我，青儿就不觉得辛苦了。那多摸你几次。怎么有点像撸小猫小狗啊，可别把青儿养歪了。托青儿的福，现在我隐患皆除，涅槃职业解封了，总算可以欢欢喜喜搅浑水了。眼下就看那帮牛鬼蛇神有什么动静了。那些大势力无不想找到机会插手寒铁矿的生意，而我们一贯都是谁腿粗就抱谁，现在真要听纪云涛的？哎呀，与魔秦宗翻脸，我总觉得有些害怕。我也想坐山观虎斗啊，但事成后纪云涛许诺的东西实在太吸引人了。太玄门的破障齐玄丹啊，服食后能多出10%突破先天的几率。虽然成功率仍然渺茫，靠丹药之力成为先天根基不稳，这辈子也就止步于先天一重，但咱们习武之人谁不想成为先天呢？魔秦宗可给不出这种好处啊。啊，魔门的丹药谁敢吃啊？啊，现在上了太玄门的船，想下也没办法了，那咱们就联手探探那谢燕的底线。曲风那四家本土势力刚刚递上拜帖，想于今夜宴请舵主，还请舵主定夺。谢舵主越来越诡异了，之前我拜见他后略有些恍惚之意，反复回想都想不起来具体和舵主说过什么，如果不是我心细如发，还察觉不到任何不妥之处。今日再见，细细观察他的太阳穴缓缓起伏，如有无形外力在慢慢挤压，偶尔又喃喃自语，仿佛正和什么不可名状之物沟通。心燕大人，是按这里吗？啊，就这个位置，舒服，给我猛攻。依你之见，他们找本舵主意欲何为啊？哦，拜帖上只有一堆辞藻华丽的问候语，并没说明有何事相商。莫非谢舵主正在修炼什么能沟通幽冥、夺人神智的妖异魔功？不过我倒希望他能练成，否则如何能和纪云涛相斗？也罢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有动静总比没有好。找我到了时辰记得替我备车。是。另外谢舵主，属下有一事相求。这等魔门功法一般想练成需在活人身上不停施展才能精进。我已知舵主用意，长武愿意此生助舵主修行，只要能让纪云涛颜面无存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啊，长武，你以后离我远点。这姬长武怎么回事啊？该不会那啥取向有问题吧？没看出来啊。姑姑姑，好羞人的词，青儿这种艳鬼都唱不出口的。前段时间我们忙于应付纪云涛以及给燕姐一事善后，怠慢了谢舵主，请谢舵主不要怪罪。诸位抬爱，招待我的美酒入喉干裂，实在不错，很合我口味，各位有心了。区区一杯薄酒算得了什么，如谢舵主这等风流妙人，总得有红袖添香方才雅致。我精心调教的这些好女儿，刚才歌舞可入谢舵主的眼，好女配好男，不如全送与舵主如何？
无功不受禄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喂，真是小瞧了我呀，以我的洁身自好，怎可能让等闲女子近身？哎，好保姆啊，谢舵主乃英雄豪杰，哪会沉迷于温柔乡呢？不过呢，英雄若是少了钱货，未免会有气短之时啊。给我拿上来，这是我等四人孝敬给谢舵主的，而且每年都是这个数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诸位有什么话，不如敞明了说。